第一步骤呢，需要建立手心的力量。这时候我们可以将名指、食指和中指并拢在一起，同时弯曲第二关节。然后大指其实第一关节也可以同时内收，做出如同那个螃蟹钳子内收的感觉。这时候可以建立我们手心向内聚拢的力量。好，第二步呢，直接放在琴弦上。比如说我们以大指按于七弦七徽，然后无名指有时候会在七徽六分处，好，稍微大一点呢会在七徽九分处。其实都是需要建立我们手心的力量来完成的。好，无论距离的大小，当你的手心有一个向内聚拢抱圆的感觉时候，控制好手腕不动，大指轻轻拨弦，用侧面拨弦即可得音。刚开始无名指没什么力度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将我们三个手指头叠合在一起，逐渐的灵活了，好，可以松开食指，甚至松开中指，无名指可以独立工作，一样可以得音完成。得音后，名指保持不动，大指向手心拨弦。插起，比方说我们的名指在六弦的十徽上，好，我的大指在九徽上做插起，插起所得到的声音是名指在六弦十徽上的声音。一般掐起会跟撞结合在一起。解释一下，上一个音位撞上一个音位，下滑的时候大手指勾住琴弦，无名指准备掐起点，往下的过程当中虎口打开，回到音位点的时候，无名指放在相应的徽点上，用力压住，大手指重心移给无名指，顺势掐起，用指甲和肉的嵌住琴弦。再看一遍，下滑过程当中勾住琴弦，到徽位点，无名指压住，大手指将琴弦往斜上方提起。在本节目结束之前，如果您感到满意，请订阅本频道。您的订阅就是对我每天努力制作节目的最大支持。让我们一起传播真相，了解世界和中国真实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的进程。谢谢大家观看。